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礼团嘉宾入场。有请主礼团嘉宾上台就座。大家就座。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宝良局西区妇女福利会冯李佩瑶小学冯李佩瑶演奏厅开幕暨命名典礼。冯李佩瑶小学是一间着重学生多元化发展的学校，所以提供了很多活动给学生，等他们有能力应付未来的挑战。今日冯李佩瑶的开幕将会提升学校的教学能力，给更加好的环境学生。而今日嚟到學校同大家一起了解學校特色嘅嘉賓，經已咗坐咗台上，我哋請熱烈嘅掌聲歡迎主禮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兒女士，請就座。主禮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 SBSJP， 捐款人馮國京博士戴志京分研 GBS。還有他夫人馮沈乃琪女士，寶良局主席兼屬校總校監梁安琪女士。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蕭增鳳群主席 SBSBBSMPE。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江馬麗晶會長。寶良局陳黎慧蓮總理，寶良局朱文忠總理，寶良局行政總監陳欽勉先生，寶良局教育總主任劉志聰先生，馮李佩瑤小學校長鍾美珍女士。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先有請梁安琪主席為我們致歡迎詞，有請梁主席。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兒女士、吳局長、馮先生、馮太、蕭太、鐘校長、各位嘉賓、家長、老師、同學，大家好！好多謝各位出席今日嘅命名典禮。寶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由2011年開學到而家，一直係致力提升學校嘅設備。喺短短嘅四年間，學校已經先後興建咗全天后的攀石牆、創意機械人實驗室和數碼高清校園電視台。而今日開幕的馮李佩瑤演奏廳，除了有先進的設備，更加是在全港小學裏面唯一一間擁有 3D 投影設備的多功能演奏廳。學校能夠有這麼好的設備，全賴友好夥伴的支持。由創校、開幕到今日的設施命名，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一直是幫助我們，連繫社會各界的有心人，
我更要借着这个机会多谢冯氏家族再一次慷慨解囊，给点掌声冯博士。支持我们保良局办学的理念，希望保良局日后能够和各位有心人继续合作，联系各界，充分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最后在这里恭祝各位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多谢各位。多谢梁主席，请先就座。保良局致力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特首夫人梁唐青儿女士今天也有到场出席。现在我们先请特首夫人和我们分享几句，有请特首夫人。梁安琪主席，冯国京博士，冯太 Julia 朋友，萧太，吴克俭局长，钟校长，保良局的同仁，各位嘉宾，在座这么多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农历正月的最后一日，首先我在这里恭祝大家羊年事事如意，日日都喜气洋洋。我今天是很开心来到这里出席冯李佩瑶演奏厅的开幕典礼。其实我记得我两年前已经是来过这间学校的，那时我来是主持第一届的齐式福零厨余计划颁奖礼。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够再次踏足贵校，和大家一起见证这个这么重要的时刻，我是觉得特别兴奋又开心。贵校秉承了保良局保赤安良的宗旨，以爱、敬、勤、诚做校训，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为社会培育人才。在保良局冯氏家族和香港西区妇女福利会鼎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之下，学校在开办了短短数年，已经深深受这一区家长的拥戴。贵校亦都很着重一个学生的全人发展，除了向学生传授学科本科的知识之外，亦都十分重视课外活动，因为这样才可以帮助每一个学生能够尽量发挥他们自己的潜能，进展他们的所长。今天开幕的演奏厅，刚才梁主席都说了，设备齐全，各位同学可以在这里学习和表演，锻炼音乐、戏剧、朗诵等等的表演艺术技巧，而且可以吸收临场表演的经验。相信这个演奏厅能启用之后呢，更加是有助贵校可以建立去学习和欣赏这个艺术的文化，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有莫大的裨益。我在这里都想提一提呢，贵校是第一个其中第一间参加我发起的一个慈善团体齐式福计划的校园零厨余计划的参与学校之一。我相信同学呢也都一定明白，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其实呢，我们不单只要珍惜食物，还要珍惜很多其他的资源以及每一个机会。同学，你们在一间这么设备完善的学校呢，我希望你们每一位都能够珍惜和善用学校提供给你们的资源和设备，包括这个新的演奏厅，还有学校老师和这么多位保良局冯氏家族这么多人衷心合作提供给你们的机会，你们的爱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资源，要好好把握，
这些难得的机会，用心学习，努力求进。最后我在这里祝贵校校誉日隆，各位同学学业进步，在座这么多位身心康泰，多谢大家，多谢。唔该晒，特首夫人，请先就座。凤礼佩瑶演奏厅唔单止系可以做呢个艺术表演嘅场地，其实佢仲可以用嚟做遥距教室，提升学校嘅教学能力。而家我哋有请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先生同我哋讲几句啊！有请局长。行政長官夫人、梁唐晶儀女士、梁安琪主席、馮國京博士及夫人、蕭曾鳳群主席、鍾美珍校長、各位主禮嘉賓、各位嘉賓、各位家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今日是寶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馮李佩瑤演奏廳開幕和命名的典禮大日子，很高興、很榮幸能夠出席和大家見證這個重要的盛會，分享大家的喜悅。教育局一直是致力提供優質學校的教育，發展學生的潛能，同時也鼓勵學校善用各方面的資源，優化校內的設施，為同學提供一個理想的學習和活動的空間，改善學與教的環境。當我走進學校的環境的時候，感覺每一次來都感覺是一新的，新穎的校園，也都察覺到校舍的設計是很著重環保和很有空間感，有利師生進行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我亦都知道學校已經在全校鋪設了無線上網的系統，讓學生可以隨時隨地上網，有效地運用資源科技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亦都配合政府剛推的第四個五年的這個資訊教育的計劃。而令到我最欣賞的就是學校一直以來秉持著追求卓越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將原本設備充足的校舍不斷進步地去發展。在短短四年裏面，正如剛才主席有提到，學校已經先後增設了四項新的設施，包括電腦機械人實驗室、高清數碼校園電視台、全天候的攀石場區，以及今日揭幕的馮李佩瑤演奏廳。各項設施都是為配合學生全人發展和優化學校課程而設的，讓同學能夠為未來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作好準備，面對21世紀的挑戰。新演奏廳能夠順利落成，實在有賴寶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和馮氏家族的鼎力支持。在這裡也看得到法團、校董會和全體的教職員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在這裡再一次是代表教育局致以衷心的謝意。我相信演奏廳不單止是學生進行音樂和體育表演的場地，老師也可以透過演奏廳裡面 3D 投影的設備進行天文和科技等教學的活動。此外，演奏廳也可以配合校園電視台用作遠程教室，讓學生可以學習打破地域疆界的限制，促進校際之間的交流，令到同學學習能夠接觸更多新的知識，接觸更多新的事物。我期望老師和同學都能夠善用學校設施的優勢，積極地裝備自己，努力地學習，緊握住每一個機遇，充滿信心地去迎接未來種種的新挑戰。最後再一次祝我學校師生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座各位身心康泰，多謝各位。
唔该晒局长，请局长先就座。宝良局冯礼佩瑶演奏厅可以开幕，系靠有心人对宝良局教育服务嘅支持，推动学校发展。而家我哋有请捐款人冯国京博士都讲讲几句啊，唔该冯博士。梁夫人、吳局長、梁主席、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日呢我承蒙呢、中美珍校長的誠意的邀請呢，我非常之榮幸呢可以在這裡呢同為呢這個全新落成的馮禮佩瑤演奏廳主持一個揭幕幕的典禮。先母馮禮佩瑤女士呢生前呢是非常之熱心公益，尤其是呢關心婦女的福利，是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創辦人之一，歷任呢該會永遠顧問、副主席等等的職位。我小個時候亦都呢成日聽我媽咪講西區婦女會好多嘢做，幫社會做好多嘢，所以我由細至大咧，成日咧都聽到西區婦女會嘅。咁咧，佢喺晚年嗰陣時咧，亦都咧唔會唔記得咧，致力促進新一代嘅教育事業，所以咧就同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咧合作創建咗馮禮佩瑤小學，作為育英才同埋造福社群咧，盡一點少少嘅綿力。咁啊，大家都睇到今日咧，依個係一個非常之典範嘅小學。我亦都即係想真係 congratulate 咧校長同埋所有校監同埋吳局長，大家可以幫香港嘅社會做一個咁典範嘅小學出嚟。我諗全世界咧，你周圍去咧都未必睇到一個咁好設備、咁優良嘅教學嘅。小學的。咁我有賴先母咧以身作則咧，我同我家人今日咧，我太太、我兩位妹同我女同埋亦都我孫都一齊出席。今日我哋成日咧都冇忘記咗我母親咧嗰個位置咧，所以我哋一路咧對馮禮佩瑤小學嘅校務咧係非常之關心嘅。我哋亦都希望咧可以盡力支持，藉呢個機會咧有少少咧回饋社會。今日咧好歡喜咧見到馮禮佩瑤演奏廳順利落成，為咗馮禮佩瑤小學咧添增咗一個多功能嘅音樂同埋藝術嘅表演場所。我諗等一陣咧，我哋會睇到同學咧可以俾我哋有少少嘅演奏，又可以咧。兼作我知道可以兼作天文和數學的課堂，配合了校園電視的頻道，更加可以做發揮遠程教室的功能。我想這個老實說，我見過很多大學都未必有這種功能，所以在一個小學有這種功能，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先進的。希望這裡可以促進學術的交流，同埋咧，我諗我哋希望咧，大家咧亦都可以藉呢個機會咧，可以培養咧我哋下一代多啲咧可以有好嘅嘅人才咧嚟幫助社會。所以藉住咧馮禮佩瑤演奏廳呢個隆重揭幕嘅良辰吉日咧，我同埋我家人咧殷切期望咧。有了這個設備先進的演奏廳，馮禮佩瑤小學的同學可以在一個舒適的環境進行音樂和藝術的表演，作出文化的交流，以音樂藝術為社會帶來和諧共鳴，以及以學術交流促進智慧包容，為同學們可以傳播更多欣欣向榮的訊息。多謝大家。唔該曬馮博士，請馮博士留一留步。
為了答謝馮博士對我們的支持，我們是準備了一份紀念品贈送給馮博士的。有請梁安琪主席贈送紀念品給馮博士。這幅作品是由馮李佩瑤的小學生二年班蘇同學製作的，他用了藍天白雲做背景，還有校訓愛敬勤誠。他說是學校是他的明燈，引領他成長。謝謝馮博士和主席，請先就座。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一直是保良局的好拍檔，積極聯繫各界有心人。我們現在也都有請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蕭珍鳳群主席代表學校致送紀念品給特首夫人，答謝特首夫人到場支持。有請蕭主席和西區婦女福利會。這個作品是由四年班的毛同學，他用了特別的粉紅色去表達老師和同學的互相關懷，令到他覺得上學就要回家一樣。謝謝特首夫人和蕭珍鳳群主席，可以請就座。我們亦都有請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江馬麗晶會長代表學校致送紀念品給吳克儉局長，答謝局長到場支持。這幅作品是由六年班的課同學所畫，他是希望用一個望遠鏡去觀察星空，表達天文科令他擴闊視野，學會探索浩瀚無比的宇宙，體會知識是無窮無際的。有請局長和會長請就座。我們現在有請各位嘉賓就座，來拍一幅大合照先。請望前面的鏡頭。好，麻煩了這麼多位嘉賓。現在有請這麼多位嘉賓稍儀欲步到台下就座，欣賞學生精彩準備的表演。有請各位。接下來馮李佩瑤的小學生將會表演一齣歌舞劇，是講一班外星人來到地球做教育考察，他們剛巧來到這間小學，即是馮李佩瑤小學。外星人一直以為學校設施對學生的學習其實一點都不重要，但是經過他們考察了不同的設施之後，他們慢慢領略到原來這些設施會給到學生很多種學習的體驗，最後外星人都改變了他們的看法。為什麼馮李佩瑤的設施可以令到外星人改觀呢？那就要大家一陣間細心欣賞，因為接下來的歌舞劇是包含了跳舞、唱歌，還有一些學校設施的特色，他將這些元素都融入了進去。他們也希望透過歌劇、歌唱、舞蹈和大家分享興建每一樣設施的理念和理想的，希望大家會喜歡。我想學生都差不多準備演出了，麻煩大家以一次熱烈的掌聲再次鼓勵他們，謝謝。
冇错啦，喺呢度啦，我哋终于都嚟到啦。呢度系边度嚟噶？呢度咪就系今次我哋要做专题研习嘅地方，地球咯。地球？系啊，今次我哋专登嚟地球做异星教育呢个专题考察报告噶。最衰都系你啦，好抽唔抽？抽到一个乜鬼地星？鬼死咁远，搭咗成十架飞船先至到啊！呢度唔系地星，系地球啊！根据资料显示，呢度系地球嘅其中一个城市香港，而我哋而家身处呢度就系香港嘅一间著名小学——宝良局西区妇女福利会冯李佩瑶小学啦。哇，乜个名咁长噶？唉，算啦，你讲十次我都唔会记得噶啦。你睇到幾大，同我哋星球嘅學校真係好唔同喎、啊！切，我用嚟學習嘛，佢有張台，有張凳，咪得咯，使乜咁大地方啊？我都係咁話，咁大地方走嚟走去，仲要上樓梯、落樓梯，好辛苦啫，仲邊有精力上堂啊？萬一一個唔覺意蕩失路就仲衰，所以咧，學校環境呢方面我要剔唔理想。嚇！你有冇搞錯啊？应该是非常之不理想至啱的嘛。你啱，应该是非常之不理想。咦，有人来喎。几位唔安啊，请问几位是不是来我哋学校参观的？吓，我哋是来做考察。是啊，我哋是来参观的。咦，叫我啲着都好特别喎、啊。话时话，点样称呼几位啊？哦，我叫。杜文哲，文振，杜文姜，杜文水。吓，来自星星的你，系咪好潮呢？系好 A 货就真啦。不如我哋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快啲带你哋去参观啦。咁你哋学校啲咩参观啊？今日我哋学校新设施嘅开幕礼，就等我哋带队参观下我哋学校嘅新设施啦。哎呀，唔使啦，我哋自己。哎呀，你好多事啊！有人带住我哋唔好咩？好过我哋盲中中四围摸啦。好啦，就麻烦晒你哋两位啦。咁不如你哋两位跟我行，其他嗰两位就跟嘉莹行啦。好啊！咁我哋出发啦。这是我们学校的攀石墙。攀石墙？学校为什么要建攀石墙啊？有需要的吗？啊，我知道了，是不是把华明学生吊在上面，让他们静思己过？我们学校都是这样的。当然不是啦，学校建这个攀石墙希望训练出同学的勇气和毅力啊。不明啊。不明啊，不如等我给你看看吧。今天大家呼天游喜地全体设施今日登场，多谢捧场又鼓掌。坐落一楼有块攀石墙，呢边环墙，嗰边就系直墙。我哋共有两幅墙，你想横爬定系识爬？低小嘅同学，我建议你横下，爬得多啲就强壮啲。基本嘅技巧你练得好，高四嘅时候就可以上爬。毕业同学，你要记住。上到最顶，敲响个钟，成功钟声等你敲响，第一敲叮当当，你就话声 yo yo。宝良嘅教育你要谨记，善长嘅厚望我哋努力达成。嘿嘿 man， 爱敬勤诚系我哋精神，但愿大家能铭记心中。劝勉在座嘅同学。一号情话一次，咁样我哋最努力，努力即系，我为梦想飞翔。啊，听落似乎个攀石墙都几好啊，唔错唔错。
是的，我们每个六年级的同学都希望可以爬到去攀石场的最高点，可能那种才是毕业家。你们有这样的仪式都挺特别的。嗯，好了好了，我们差不多第二道了。哎，等着，你刚才是不是说你们学校会将那些顽皮的学生调？不，他很喜欢讲笑的，你不用你去的，我们走吧。是啊，讲笑就走吧，走吧。你讲笑？是啊。走吧，走这里是我们学校的高清校园电视台，我们可以利用这里拍摄节目或者是直播节目给课室的同学收看的。啊，我知道了，是不是把老师虐打学生，对他们拳打脚踢的片段播放出来，让学生引以为戒？什么你的朋友老师的东西都这么变态的？当然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很锡我们的，他说希望利用这个电视台拍摄不同种类的教学节目，增加我们对学习的兴趣，而且绝大部分的节目我们都会亲自参与制作，从中我们都学到很多东西的。真是这么好？我都希望我哋学校都有咁嘅电视台啊！咁我哋真系要多谢优质教育基金同埋西区妇女福利会咁多位捐款人嘅帮手，我哋呢个咁靓嘅电视台先至起得成咋！唔好嗰啲星星唔系各位善长人翁个名咯。唔系地球人可唔可以申请噶？呢层我又唔知喎，不如一阵我帮你问下钟校长。咪住，点解你咁问嘅？冇，我帮朋友问啫嘛。乜你有朋友唔系地球人嚟嘅咩？你听我讲，你唔使你去，佢傻傻地噶。你而家只需要话俾我知。啊，你跟住去边度啊？你跟住嚟啦吓，跟住嚟啦吓。实验室，不过呢度系一间机械人实验室。机械人实验室系咪制造机甲战队准备星球大战啊？你又嚟啦！学校啲机械人系俾学生进行机械嘅制造，而且啲机械人仲可以攞出去比赛用嘅添。通过呢啲学习，可以增加我哋对科技嘅兴趣噶。咦？喺嗰度嗰几只系咪机械人嚟噶？系啊，喐唔喐得噶？不如等我俾啲嘢你睇啦。好啊。
哇，真系好得意喎！原来嗰啲机械人都识跳舞噶喎，点知啊？佢哋真系踢足球添噶！我哋学校嘅六楼机械人实验室，我哋就起咗个机械人足球场啦。一阵我哋可以去睇下噶。可唔可以送过俾我啊？呢层嗯，当然可以啦。如果可以嘅话，都系送咗俾我先啦。咁孤寒噶？算啦，唔好讲咁多啦。我哋仲有好多地方未参观噶。快啲跟住嚟啦！咁多凳嘅，你咪带我哋嚟睇戏啊！呢度系我哋学校嘅冬童演奏厅，呢度除咗可以俾学生进行表演，俾老师进行教学活动、专业交流，仲可以做远程教室，俾我哋同埋其他地区嘅学校进行学术交流添噶。咦，咁咪可以同我哋学校交流下咯？当然可以啦，但系问题就嚟啦，究竟你哋学校喺边度噶？其實咧就喺呢度就我哋嘅馮里佩瑤演奏廳啦。馮里佩瑤演奏廳個名咁得意嘅，因為呢度除咗寶良局嘅捐款外，仲好多謝馮里佩瑤女士嘅屋企人慷慨解囊，足捐成100万啊！我哋先至有個咁靚咁大、設備環境咁好嘅演奏廳咋。唉，我發覺你哋真係好中意起埋啲無謂嘢。梗係唔係啦，同學有多個地方去學習同埋表演，咁學習起上嚟就更多元化，同埋都唔會覺得悶啦。所以我哋大家都好中意翻學嘅，係咪真㗎？咦，敏姜、敏水，你哋兩個都喺度啊？敏仔、班長，你哋都喺度啊？點啊？你哋參觀成點樣呢？唉，我發覺呢間學校咁中意起埋啲無謂嘢，咁樣咪搞到啲學生冇心機讀書咯。所以我覺得呢間學校非常之唔要得。我都係咁話，好似我哋星球咪好咯，淨係得課室有台有凳咪夠咯，使乜鬼咁大地方喎？但係我又唔係咁睇咯噃。點解啊？初我都好似你哋咁諗嘅，但係我哋聽完服務生嘅講解之後，發覺呢啲教育設備都的而且確好富有教育價值，目的係想通過唔同嘅教學設備同埋環境，培養學生唔同嘅才能，呢啲喺課室上面都未必學到㗎。我都覺得是啊，有時候整喺坐喺課室聽書都會好悶，但通過不同的活動嚟學習，充滿趣味，學習上嚟就會醒神啲同埋開心啲啦。你感覺都有道理，我都有少少認同。好似個高清壓面電視台咁啊，其實我好有興趣噶。如果有機會嘅話，俾我試下揸機拍攝，咁就好啦。所以咧，我覺得呢間學校都唔錯，可以評為優等。我同意。弊咩事啊？我谂住呢间学校会评为劣等，所以放咗个毁灭器炸咗佢啊！吓！乜你咁冲动啊？你做咩唔同我商量下先啊？我谂住早啲摆低，搞掂咗咪早啲走咯。你睇下边啲嘉宾都赶时间啦。唔好讲咁多啦，快啲搵翻个毁灭器出嚟先啦。知道。咦？钟 Sir 啊，你手里面攞住啲乜嘢啊？哦，我头先喺机械人实验室执嘅旧嘢，有好多机械零件，我都研究紧系乜嘢嚟啊！班长，你睇下，你咪自杀！你手上面嗰对啊，其实系我啲噶。哦，唔好意思，俾翻你啦。系啊。旧嘢断咗线，唔合得噶啦。好彩，唔该晒喎。啊，仲有点啊？我啱啱帮佢拨翻条线，而家冇事啦。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I could
could be happy and contented. I used to think that happiness hadn't been invented, but that was in the bad old days before I met you. When I let you walk into my heart. 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I was afraid that maybe you thought you were above me, that I was only fooling myself to think you'd love me. But then tonight you said you couldn't live without me. That round about me, you wanted to stay. Congratulations and celebrations, when I tell everyone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m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Congratulations and jubilations,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I'm happy as can be. 点解会咁噶？我相信是经过大气层的压力和空气的包围，我们的毁灭器缩了、啊 yes! 你们是不是特登拿个拍拍砖来庆祝我们的开幕礼的？梗是啦，梗是啦，好多谢你们啊，多谢大家。好多谢咁多位同学表演啊，帮大家演出了一场精彩歌舞剧，令大家在短时间之内认识学校设施和校训。我哋而家有请主题团嘉宾稍而欲步到出面嘅演奏厅进行剪彩同埋揭幕仪式。而在座嘉宾同埋家长可以继续留座，我哋校园电视台将会进行现场直播呢个剪彩同埋揭幕仪式。请各位家长同埋嘉宾继续留座。好，各位嘉宾，咁而家我哋嘅工作人员会递上花球同埋金铰子，有请几位女童军。系，大家先揸住花球啊，唔好剪住。系，各位揸住花球。唔該，各位氹埋少少啊，方便影相，氹埋少少啊。大家可以親密啲，氹埋少少啊，唔該曬。誒，望鏡頭先啊，我哋唔好剪住啊。中間唔該。係，先望中間。好，左邊。左邊呢邊。同埋右邊。好，我哋数一二三就准备剪彩啊！嚟一二三，唔该晒。好，我哋工作人员将会收翻起花球同埋金铰剪，然后进行我哋揭幕仪式。好，各位嘉宾揭幕嘅时候，请记住拉系有红色深深蝴蝶结嘅丝带。
小朋友一起过去拍啊。哎，我哋唔好，哎，揭幕之前啊，请影影翻幅相。系，我哋揭幕之前影一张相先。好，我哋再望镜头。系，各位嘉宾，系啊，先望中间。影多张相先。系，先望中间。左边，同埋右边。好，我哋数一二三就准备揭幕啦，各位。一、二。好，各位揭幕就标志着凤梨佩瑶演奏厅正式开幕。有知道学校之前都申请了教育局优质基金和西区妇女会的慷慨捐款，建设了一个声院的数码高清电视台。我们现在希望主礼团可以落去为我们的声院电视台进行亮灯和剪彩仪式，请各位主礼团嘉宾稍移入步到地下的声院电视台，唔该各位。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声院电视台的直播室。乐儿啊，今天是我们学校的大日子。是啊，我今天好开心啊！我们刚才这么多位嘉宾已经为我们的演奏厅揭开了序幕了。我們又多了一個學習的好地方，同學更加可以在那裡各展所長添啊！沒錯啊，不單止是這樣，現在我們身處的直播室呢，也都為同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平台，令到同學呢有更多元化的發展啊。我知道啊，我們是得到優質教育基金和西區婦女福利會的各位善長的幫助，才可以起到這個設備完善和先進的高清校園電視台。是的 Miss Emma， 你有沒有看過我們最近製作的節目啊？當然有啦，我還知道學校有一班由同學組成的攝製團隊，每個星期都會為各個科組進行拍攝，包括有現場直播和有錄製節目的，同學都相當專業的。是啊，我們的直播節目有 English Day、 訓父星期三和一些特別節目，同學 都可以在節目裡面分享一下他們最近參加了什麼活動啊，講一下他們的感受和經驗的。嗯，真的很值得令人期待啊。我還知道各個科組會繼續製作不同的節目，而且接下來我都會繼續上鏡做主持的，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嗯，咦，我們的嘉賓呢好像已經來到電視台的門口，準備為我們聲院電視台進行剪彩和亮燈儀式了，不如我們大家一起看看現場的情況吧。好啦，首先咧，多谢各位嘉宾咧，帮我哋咧进行咧呢个声院电视台嘅剪彩及亮灯仪式嘅。咁咧嗱，我哋本校嘅声院电视台咧得到落成咧，其实系有赖咧优质教育基金同埋西区妇女福利会嘅捐助嘅。咁而家我哋有请西区妇女福利会嘅萧主席为我哋讲几句说话，好嘛？萧主席。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女士、吳克儉局長、馮國京博士、梁安琪主席、各位嘉賓、各位同學，大家好！我藉這個機會咧，亦係同各位拜個晚年啦。今日最後一日嘅新年嘅時間嚇。祝各位萬事勝意，身體健康。今日藉著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鳳梨佩瑤小學鳳梨佩瑤演奏廳開幕暨命名的典禮，梁夫人、吳局長、馮博士、各位嘉賓到嚟，校園電視台迎了個春天的陽光。在此我代表學校同本會同仁向前來參觀電視台的各位嘉賓致歡迎，烈烈歡迎同埋感謝。校園電視台係申請優質教育基金，並向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同仁
家長學生募捐的成果。各位看到牆上大小不同的星星和方明，就顯出捐款者的願望。校園電視台的選民為星願，含義呢就是要集合全校師生，在教學上好如星如星星，空浩浩瀚的創意，從而再將這些的創意實際就拍攝成電視劇的節目，使願望成真。希望通過製作這個節目，能夠培養出一班多媒體製作有興趣的同學，啟發學生日後發展的取向。亦希望通過這些的具有創意電視的節目，能夠加強同學在學習的素材，愉快的學習。因此校園電視台規模是根據實際電視台環境構思而成的，採用器材能夠拍攝出 高清數碼質素的節目。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成立已跨進跨甲六十年的時間，由創辦人馮李佩瑤以及其他的前輩等繼往開來的主席兼，就秉承扶老持幼為婦女謀福利及培育青少年的宗旨，同人努力，會務不斷發展長者幼兒青少年教育服務，都達到政府的標準，並積極參與學校的硬件及軟件建設的服務。今後本會將一如既往為社會提供服務。最後再一次感謝梁夫人、吳局長、馮博士和保良局主席梁安琪女士，是在百忙中來到參加今日這個典禮。各位嘉賓亦光臨此度，再多謝各位，謹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應意，多謝各位。唔該曬蕭主席。現在咧，恭請各主禮團嘅嘉賓一齊為我哋進行剪彩及亮燈儀式。請小女童軍為嘉賓遞上花球同埋金教剪。好，在揮展之前請各位嘉賓一起來張合照先吧。準備啦，笑一下，一二三，是。咁稍後咧講一二三之後，就請各位嘉賓為我哋進行剪彩啦。預備好啦喎，一二三，星願電視台正式開幕，唔該曬各位嘉賓。今天的典禮已經圓滿結束了，再一次多謝各位嘉賓的來臨。現在有請鍾校長引領各位主禮團的嘉賓參觀校舍，多謝大家。